on and see what we can find. If her daddy's rich, take her out for a meal. If her daddy's poor, just do what she feels. Speed along the lake, do a turn, do a turn at 25. When the sun goes down, you can make it good and really fine. 天哥，哦，拜拜拜拜。点谁哥哥了？哎呀，你就饶了他吧，他在屋里休息呢哈。嗯，讨厌。好，我走了哈。送送你，拜拜拜拜。嗯，拜。幸亏看上了不是我，这福三不就没了。哎，你呢？你搞点这件事儿，我过两天回来谈谈哈，回去再家里谈。你要是家里。那媳妇走了。我俩这么两个，你没凶我啊？你说我能不凶你吗？别吓唬我了，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哈。看不出来你还挺脆弱的啊。不是脆弱好不好？是摧残哈。怎么样？这两天好点了？嗯，我这两天都好郁闷死了。心情又开始消失了吧？哎，我都有后遗症了。你看些什么？然后换个台了？什么？这足球比赛怎么了？我这看你都不得劲儿，还看足球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是一看远的东西哈，我就得犯后遗症。你眼镜至于吗你？哎，你看这个也有后遗症。你原转物体恐惧症。眼镜，你也太伤我妹妹自尊心了吧？啊？这我什么事呢？妹妹太浮躁了。浮躁？就你？啊？我妹妹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啊！你还真拿自己当盘菜啊？只要奶妹看不上我啊，我当个什么菜都行。哎，这个人，好了好了，人都走了，你妈吵吵什么呢？这不是我说你，你妹妹长那样，还就是这么胖子，出来丢人现眼的，你怎么当哥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？胖怎么了？胖就不能出来见人了啊？哎，这谁都可以说，你也有资格说啊？对，眼镜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这胖跟我没什么关系呢啊！这我得给你上个教育课啊！咱俩是有毛病啊！这公寓有我一份，以后不管谁他没来了啊，必须得经过我同意。嗨，这个眼镜啊，我妹妹稀罕你那是给你面子啊，你还挑三拣四。再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最起码我有个妹妹吧，是不是？你们呢？啊，你们呢？这年头有个妹妹挺简单的啊。谁没有妹妹啊？我妹妹那是不稀得来，我妹妹要是来了，你们眼珠子都掉地上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怕给你们踩碎了呢。你还有个妹妹？怎么了？不行啊？好，就算你有个妹妹啊，哎呀，我估计她长得，嘿嘿。哎，我妹妹那可是在前愿为比翼鸟，是行行行，都什么破事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妹妹长得好啊，你看我，比我长得好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妹妹电话，喂，爷爷，好像刚说到你，你就来电话了。玩儿玩儿，说什么？哎，我不是说你，我不是神经病啊！哎，不严重不严重啊！啊，你要来？嗯，啊，已经到了，在火车站呢。哎，好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以后去接你啊。怎么样？我妹妹要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可怜的门呐。啊？你是给我哭了哈？刚走个圈就又来个圆圆。怎么说话？啊？他妹妹能跟我妹妹比吗？啊？我妹妹需要仔细的去看。其实他五官长得哈，行行行，别五官了啊！奶妹妹就是走的时候，我没敢看看他五官到底长什么样。好，你这个眼睛，等他妹妹来了，我非让他看上你不可。不一定啊，嗯，再看看你的五官啊，说不定下场比我还得惨。我？嗨，不可能，我有法宝，不知道了吧？我刚才给玲儿打电话了，只要我们家玲儿一来，嘿嘿，我就解放了。哎，你那些心眼了呀！哎呀，真是啊！
哥，你们这住还挺宽敞的。宽敞，相当宽敞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就是那个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我哥的。啊，对，我就是你哥的妹妹。啊？什么？什么妹妹？这是皮少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那个皮少。来，坐，妹妹，坐。累死我了！喂，想做什么？怎么差两两？哎，你不用过来了啊！哎，玲玲要过来啊！玲玲是谁啊？我可以当水仙啊！哎，哥，这挺可惜的，长得不错，怎么说话结巴呀？哎，这原来不是这样的。什么美女综合征吗？啊，什么综合征？没事，都这样了，还不赶紧治去啊？哎，这病没法治，啊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。不治之症啊！你喝水啊？谢谢，不客气。我哥说你好像有……哎，院长说，我上菜市场买菜。你先聊着哈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有梨，你吃梨吧。哎，我不会。啊？啊，我会。这还没洗呢。嗯。我说水果。这还说没事儿呢。你没看见我吗？这里边呢？啊！看不见！你看。你像个毛发。啊！我都不戴眼镜。没有看见我啊！这人都怎么了？这是。干嘛还拿着呀？这还能吃吗？能啊，我洗干净了的啊。刚才那个人是不是我哥说的？嗯，没错。脑袋是有那么一点点问题。那到现在我还没看出来他长什么样呢。你想看他长什么样？没问题呀。还是不要看了吧。怎么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喂，梁儿。啊，梁儿。哎，你别上来。哎，没事，我下去帮你好不好？啊，我那个一会儿出去一下，一个朋友找我有点事儿啊。你先坐啊，你先坐啊。你忙吧。啊，坐着啊，别走啊。时间了不累啊？啊，熊我哈？谁骗你了啊？你戴个眼镜还是跟人熊？这不告诉院长什么样？我为什么告诉你他长什么样啊？再说你不是对圆的东西过敏吗？常圆圆在来吗？玲玲来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见不了得见吗？不行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没有吩咐，我咽哪去了？抽我的哥。你叫我什么？叫你哥呀！你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不要了，臭我老大舅哥。哎，我手艺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嗯，
什么叫还行嘛？是很行好吗？我长那么大还第一次吃到这么可口的美味。哎，你这么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饭啊？嗯，不是，其实都是一个道理。自从吃了圆儿做的饭以后，从严格的角度上讲，我以前吃的那都不叫做饭啊，那应该叫什么呀？猪食啊。对，猪食都不如。你说谁吃猪食呢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赖不着别人啊。去。哎呀，你是从哪学到的？哎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妹妹是军人，这都是从部队上学的。当兵的，血还猛了。多么开心！这慌什么？我妹妹又不是警察。我现在没穿军装，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哎呀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位巾帼英雄啊！嗨，什么巾帼英雄？我又没做什么。哎呀，保卫祖国又保卫边疆，你还不是英雄？我又没做什么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文艺兵。啊！你竟然是文艺兵！啊！那咱们是同行啊！同行也得上那边坐去。那个什么，也不早了，你今晚上睡我房间哈，我睡你们俩在那屋挤挤行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南哥走了，我们开始聊吧。哦，你们俩还不困啊？嗯。嗯，我都困了。那等会儿再困啊。对啊，我们还有话要问你呢。啊？连困都不让？好吧，那你们问吧。你问，好，我问。嗯，就你扯吧。你能不问点正经的？圆圆啊，嗯，你吃饱了？你们俩到底要说什么呀？就那个。好，我来说。圆圆，其实我们就想知道，你心目中的对象是什么样的？嗯，我是个军人，我的理想对象嘛，希望他还是个军人。嗯，最好是个海军。长相嘛，最好是浓眉大眼的。还会擒拿格斗什么的啊？妹儿啊，你看行？才住了一天，你就着急走啊？哪儿住了一天，连半天都没住上啊？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聊天来着。哎，他们神经病，不用管他，开玩笑的哈。别放假还得回来哈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哥再见。路上小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这是怎么办呢？那是保卫祖国，保卫边疆。去。咋了？好歹我有个妹妹。妹妹。废话太多了。做什么呀？